借给米粒小龙一个热情的掌声。哇，真的太有趣，太好看，太活泼了，这是第一次，这支舞第一次亮相哦，所以大家有福了，在我们品客放开玩这边一起跟小龙女尽情的一员，尽情的放开玩。也邀请小龙女稍微整理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到一三垒社与大家一起跟品客放开玩。所以呢。